大家问千万句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不一日。咱今日听人讲，饲鸟饲加布袋。今日你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回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加读歌啊加第七条，加就是用嘴齿来吸着物件，或者是切断这个动作。像咱讲，这只狗可能会咬人。另外，形容食物件的感觉，咱讲咬到切切。一个咱食物件，像讲食香蕉皮啊，那是讲涩涩磨磨，咱讲是会咬嘴。一个人困的时，家己挖嘴。齿刷拢唔知影，又是牙齿起筋。牙齿本地是讲牙长齿齿想袂开，落尾粉化来讲，会当讲一个人讲话袂顺，发音无清楚，卖当讲是齿齿会擦擦疼疼。这里文音读作拗，带大家做回来小解这两个咧。头一个咧读作人狗相加，意思就是煽动西人两边冤家袂合。第二个咧读作青眉鸟夹到死鸟齿，意思是讲一个人运气足好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咧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人狗相加，害两边做生意的厝边关系拍歹，拢搬去较头前迄角市。无意外，落尾才煞要开路，土地予政府征收，头前煞颠倒变较吉气，予伊西人的两个厝边袂输是青眉鸟夹到死鸟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加是读白音，另外文音读作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